近日，一段与肖战有关的视频在某平台传播开来，一位自称肖战粉丝的美女在横店外大喊让肖战娶她，引来很多路人围观。视频中，该女生身穿白色婚纱，手捧玫瑰花，旁边还有一辆豪车，大喊我爱肖战，肖战娶我等口号，还带了亲友团，她的哥哥还上前为她助力，与她一起举手大喊爱肖战，爱情没有错之类的话，让人大跌眼镜。肖战不嫁死。